各位评判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是序号一号参赛队伍，我们今天带来的作品是《念奴娇》，作者苏轼，取自于《九宫大臣谱》。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风流人物，故垒西边，人道是，人道是。三国周郎赤壁，乱石风云惊涛裂岸。人气千堆雪，江山如画，一时日多少豪杰。
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，将